今天是7月19号，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可以说啊，又是一个让人无语的日子，波澜不惊，盘中一度跳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券商拉了一下，护了一下盘。那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操作？还有就是市场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低吸？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哪些还是重点？如果大家对当前的盘面热点把握不住的，看不懂的仔细听啊，其实从技术方面来说，这个位置完全是属于一个什么？属于一个可以博弈的一个点。但是很多人会说呀，这个位置我该怎么博，对吧？我强调过很多次，这个位置本身它在3200以下的话啊，是存在着超跌反弹的预期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位置我就算反弹了，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还有这个位置，对吧？我到底该往哪里去加仓？我可以告诉大家，盘中有急跌有急杀，你是可以去什么？可以去搏的。但盘中急拉冲高，拉到60天线在附近，你是可以去考虑减仓出货的。问题来了，重心在哪里？我们来看，从分时图，大家是不是发现了这个分时图在打到一个低点后出现一个什么快速的拉升，而且感觉有点像微型反转的一个走势。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个跟刚才的券商急拉有一定的关系。大家看一下，券商一波大幅度的拉升，是不是把指数给带起来了？其实券商在这个位置是存在护盘的动作的。那很多朋友就问了，券商这个位置护盘，然后它有没有可能性就是突破所谓的60天均价线，迎来一波新的大涨呢？是不是突破性行情呢？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量能足以突破吗？对不对？我讲技术分析，我讲了很多回啊，我告诉大家一直强调要看量。那么这个位置它能够突过去吗？所以往上走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持谨慎，越往上走越要怎么考虑卖出。好，接下来我说重点，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可不可以低吸？肯定可以的，对吧？这个没毛病，不纠结。但你要记住，目前盘面想要大涨也很难，所以我们只能抓住重点，抓住核心品种，你才有机会吃到肉。强调过很多次啊，这个市场目前属于轮动啊，而且市场的核心品种，我一直强调大家要什么？要注意什么？注意科技。说起科技啊，很多人会有疑问啊，我告诉你，科技包括什么人工智能啦、数字经济啦，包括芯片啊等等这些啊，所以啊，这些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点。说起这个，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啊，比如说啊，人工智能，对吧？今天的人工智能，你看它整体涨幅不大，涨了 0.33%， 可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人工智能今天你赚了钱了吗？有些人说我没赚到钱，但我告诉你，有些人说我赚钱，但是有些人说赚大了，那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对于股票的选择。那么这些个股怎么跟踪呢？接下来我讲的这些啊，大家注意，就是一个免费的技术分享，勿作为依据。从技术方面来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盘面啊，就是说它的这个 K 线属于一个震荡啊，这个没有毛病，不纠结。但是个股却存在着一定的机会，怎么看呢？我们仔细看啊，人工智能板块个股的话，在这个位置你看啊，今天有多支票拉高啊，还有涨了20厘米的威视队，这个就不用我说了，这个就是一个新股。对新股来说啊，它有个优势啊，它优势在哪里呢？优势就在这里，这个位置它的优势很明显，就是盘子比较小，拉起来比较轻松，所以不排除它明天继续拉高。那么朋友们记住了，这个票你看好它，那你可以在盘中的分歧点去做一个博弈，做跟踪啊。如果说盘中它出现一个急跌急杀的一个分歧点，你可以博对了，那么告诉你它就是一个大阳线大长腿，那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肉了，这吃到大肉了，这是大家注意的。记住啊，要是高开往上急拉的话啊，不要轻易的去顶啊，这也是大忌啊，一旦顶错了就是一个长上影线。还有就是华氏科技，你看今天啊表现很强，开板被砸。整体的走势你看它今天是一个反包板，一个大阳线直接就突了过去。对于这个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对吧？这个票我是不是讲了很多回，讲了很多次，这几天重点跟大家讲，在这一天涨停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还记得吧？这一天都跟大家讲，你看看，有朋友跟我说，欧阳先生我赚大了，为什么？你看他昨天跟我说，哎，欧阳先生，你不是说这种票的话，对吧，回踩下来可以潜伏可以博弈吗？昨天回到五日均价线附近，我潜伏进去了。好，你看今天一拉，拉了个涨停板，20个点就到位了，对吧？20个点就到位了。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你没赚上钱并不代表说人家赚不到钱，是不是？只不过你没做对而已，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那么像这种票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没有票的怎么办？没有票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大家不能轻易的去追啊，不能轻易的去顶。为什么呢？就怕他今天顶不住这个涨停板，明天再来个低开，来个大低开，或者说低开在这个位置怎么办？低开5、6个点、7、8个点，那你该怎么办？你要不要割肉？你不割肉的话，它在这个震荡以后呢，是吧？不上去。你割的肉，它急拉又拉了一个高位，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是大家不能轻易的去追的时候了。最好是等它明天的一个盘面，比如说明天它低开杀到一个五日均价线附近这个支撑位，我们又有可以上车了，对吧？又可以潜伏了。那一旦做对的，就是一个大长腿。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呢？所以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这些细节的变化。这个票的优势也很明显，看这里。对不对？流通值多少？19亿，这是它优势，很小很小的流通值。还有我们看啊，西棉这个票属于近期市场的一个什么一个趋势票，而且它波动啊相对来说偏大啊，每一次拉到这个位置，你看拉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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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上去了。所以像这种票怎么理解呢？其实好办，你就盯紧了这个支撑位，也就是我们说的20天均价线，盯紧的二十天均线，只要它能够守得住，我们可以看多继续躺。当然守不住的话，那我们该怎么样？逢高减仓啊，逢高出货。另外一个，它已经面临上方的强压力位了啊，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就不能盲目的去追高了，不能盲目的去顶了，随时要准备撤退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准备跑路。好，你看，奥飞娱乐的话，直线拉了个涨停啊，这个票其实很好理解，它的趋势很完美啊。就是你看这里，对不对？它趋势很完美。那么这种票的话，就是我常说的，怎么所谓呢？龙头股，还有就是人气股多头状态下的一个回踩，对吧？你就盯紧了这些位置去的话，那你很容易吃到肉。它急拉，你就可以什么选择出货了。或者说今天涨停了，明天急拉冲高了。到了高位附近了，你就可以考虑出货了，考虑跑路了。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所以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的是这些细节的变化。好，你看啊，还有就是像亚联发展这种，亚联发展啊这种票的话，前期也跟大家讲过，对吧？讲什么呢？就是它的趋势开始走起来了，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趋势票。趋势票的话啊，你一定要记住盯紧了这个支撑位就行了，这个比如说这个10天线支撑位就行了。那么在这个位置，你可以什么选择低吸，可以选择上车，没毛病，不纠结。但是盘中急拉冲高的话，你不要轻易的顶，不要轻易的去追啊，这是大家注意的。其实啊，从今天的人工智能板块走势来看，很多个股，尤其是一些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个股啊，开始走反弹了。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重视啊。找相关的一些票去做潜伏，做低吸就好。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数字经济。大家看啊，数字经济啊板块，它整体走势是明显的偏弱的，对吧？它相比起人工智能，它的走势更弱。人家都已经在60天线之上了，它还是在60天线这个附近纠结。这个票的这个板块的话，它前期涨幅巨大，所以短期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存在分化。还有你看，数字经济板块啊。个股的话，在这个位置它也是什么，它是属于什么，属于不太好啊。目前表现最强就是防拓，才涨了9个多点，一个涨停票都没有，对不对？那这种盘面下你去操作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的。从技术方面来说啊，大家还是要把这个策略主要放在人工智能这一块，叠加数字经济更好。当然目前来看啊，数字经济也是存在着反弹预期的。当然我认为大家要重点留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方向啊，科技里面的芯片，这个是我几乎天天讲，天天跟大家说的一个事。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芯片这个方向，这个位置近期也是属于一个反攻的一个高位啊，位置相对来说也算比较高啊，对不对？那怎么理解呢？其实我告诉你啊，这个位置你不要太纠结，
后期它会有机会什么反弹拉高，整体来看它越是往下跌越是往上走，我觉得更好，跌到这个六十年线更好。如果它跌到六十年线的话我们怎么办？跌到六十年线我们可以上车了，对吧？我们可以上车了，那在这个六十年线就是我们可以博弈跟踪的一个位置，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所以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这个细节啊，明明这个拉高的话啊，明明拉高的话，那么我们告诉你在这个高位附近考虑减仓，越是往下跌我们就越考虑低吸还有加仓。另外一个芯片概念在所有这个科技里面它其实是什么？是预期最强的，但是呢个股的话大家又很难把握，对不对？你看啊，今天涨幅居前这些票你能把握住吗？这个凯格还好一点，因为凯格昨天是一个放量涨停，今天冲高，对吧？如果说胆子大的你在这个低位啊，在这个位置你还可以潜伏一下，还可以低吸一下，但是胆子小的你这个位置啊你不敢去，那么更高位更不敢追，对不对？整体来看像这种票就是我常说的啊，底部突破，还记得吧？我昨天跟大家说过这个票啊，我说什么呢？我说这个票你实在忍不住想参与的话，你就找盘中的分歧低点去博弈，但是盘中急拉冲高你不要轻易的去追高，不要轻易的去顶，是不是这样说的？你说啊，做错了就接盘了，对不对？好，那你看啊，这个华海这个是科创板属于调整后的一个什么反弹，这个票的趋势并没有坏啊，它仍然属于什么？属于一个上行的状态，沿着这个五日均价线走高的一个状态。那我想告诉你的是，这种票大家要注意的，盘中出现急拉，出现拉高，不要去追了，不要去顶了，一旦追错了顶错了很容易很麻烦，你会什么高位站岗高位接盘。总之一句话啊，就是这种票在后期拉高的时候啊，拉高的时候大家不要轻易的去追，但是盘中急跌急杀，杀到所谓的我们说的五日均价线附近，你可以做个低吸做个博弈，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其他的一些票表现都不太好，这里我需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也要重视前期的一些人气票啊，比如说汉王啊，比如说这个中国科创这种，是不是调整后又出现了一个什么，出现了一个企稳的动作，那么后期也有机会拉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新起来的票啊，比如说昨天新起来的新福啊，新来福，对吧？大家看它是不是新股啊，是不是新股，这种票的话容易获得短线资金的一个关注啊，所以你在操作上面也可以把这种类型的作为重点。什么类型呢？就是创业板、次新股，然后位置低的、盘子小的这些作为一个重点，后期它很有可能成为资金进攻的一个主要的对象。还有就是告诉你啊，芯片板块我们重点留意的是存储芯片啊，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我讲了很多次啊，存储芯片它可能走势会更强会更稳，那我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哎呀，存储芯片在这几天是吧出现高位的多个什么英镑啊，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出货了？其实从量能来看啊，它有出货的嫌疑，但是我觉得这里反而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就是借这个机会迎来洗盘，所以它随时都有可能迎来一个什么呢？迎来一个大阳线直线反包。如果它出现一个大阳线直线反包，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所以它就有一种突破的可能性，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所以啊，在操作上面大家要注意这个细节。当然这个板块的话目前个股表现也不是说特别的好啊，重点也是留意一下新股啊，次新股，就是说这个新股里面的一些什么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低位的，如果出现放量的大家还是可以重视。从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盘面看，半导体板块芯片板块的这个中军啊，就是它啊，目前就是它了，香农新创。所以这个票的话你要看一下这个无限能不能守得住，守得住我觉得后期它还会有机会拉高冲高，但是守不住的话那手中啊有票的要及时的撤退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要把这个利润变成什么，变成落袋的利润。从我刚才讲的这个方面来看，科技板块的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芯片等等这些，我觉得后期还会是重点，只不过它这一段时间涨幅比较大，所以很多都出现一个调整，出现一个什么杀跌。对于科技板块里面的这个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这一块，重点留意的是什么呢？是
算啊，算术这一块，比如说速度血拳这一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后期的一个什么重点。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